走走。保险，保险官，装铁法兵。如果在战场上，敌我双方同时发现对方，这个时候比的就是速度，谁慢谁死。这就是我们法复练的目的。主要是射手在扣押扳机的瞬间，这个筒身前后啊会有一个轻微的晃动，长期练习的这个狙筒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射手更好的掌握狙筒的这么一个稳定性。